现在啊，已经不流行只是讲美魔女，美魔女还变成仙女。仙气的决胜关键是皮肤老化，胶原蛋白会流失，以前都是比较 V 脸，渐渐的掉下来，变成正三角形。右手放在左边的耳朵向上提拉，带着笑容上。高纤多胶原养颜汤，鸡脚一定要先滚三十分钟，它的胶原蛋白才会出来。真的很香哎！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，周六日晚间7点，健康2.0，照顾你的健康。